好好的吃啊，好好的睡啊，好像对我身体比较有帮助的。大病一场，蔡依林开口闭口都养生，但却大方让粉丝眼睛吃冰淇淋，一身瓶口透肤礼服，不止小露香肩，还隐约看得到性感事业线。我刚才看你们稀稀疏疏，你没在穿什么？你们在讨论，我都有听到。反过头来开记者玩笑，看得出来九令身体好，精神好。对照生病休养的照片，虽然他脸蛋一样小小一个，但气色明显好了许多，难怪能够一开工就连着两天上工。这个是今天的给大家一个娱乐节目，看大家抽到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甜点，稍微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吃完。这种心情很奇妙，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就是办这么大的一个宴会，厨师的压力有多大。白色情人节这天，蔡依林卸下天后身份，化身甜点师傅参加米其林晚宴。虽然同样吸睛，但粉丝更期盼的是舞台上载歌载舞的霸气配件。All my friends, 管它是什么鬼，让我们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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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作开胃。你的本业夏天就会出了吗？我希望，我真的希望。去年底蔡依林替电影献唱后，原本预计接下来就要推出个人专辑，没想到春节期间挂病号，让制作进度大delay。究竟何时有新作品，天后自己都说不准，恐怕粉丝有的等了。记者杨世旭、李纯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